觉朗派说，他空见的理论在如来藏经、法鼓经、智光庄严藏经、圣曼狮吼经、无增减经、涅盘经、华严经、宝积经、金光明经等经典中都曾明白宣说过。觉朗派也引用慈氏的宝性论和龙树的中观赞等论释，以广为抉择。觉朗派说，他空见乃大圣诸经之所解释，是以德成就诸余劫者一切时中之所修正，是十方如来及菩萨之所肯许，全无颠倒。觉朗派亦以如来藏经、时轮、法界赞等诸显密经论的教言来证实，他空圣义地长恒坚固周遍情气的理论。楞伽经中说，如来藏与世藏是同一个东西。又说，此如来藏世藏一切声闻缘觉心想所见，虽自性清净，客尘所覆故，犹见不净。善不善者为八事，何等为八？为如来藏名世藏，心、意、意识及五事身。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能变心造一切趣生。譬如继而变显诸趣，离我、我所，不觉彼故，三缘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觉寂浊作者，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名为世藏。从楞伽经可以了解，如来藏、世藏产生一切染净善恶之法，虽然自性清净，但由于客尘的障蔽而生烦恼不净。如来藏在一切众生中，因此人人皆有佛性，灭除了客尘的障蔽，显现出清净的自性，便可得到解脱。因此觉朗派所主张的他空圣义地长恒不变，周遍一切情气世界，与如来藏同一意义，在因为时即已本有，是如来藏思想的一种，似乎是来自楞伽经。觉朗派提出的圣义地长恒坚固，也与涅盘经中讲的涅盘四德有相似之处。涅盘四德即有常、有乐、有我、有净，是则名为第十之意。证得了涅盘四德，才算得到了佛教的真谛。因此涅盘四德说，在理论上承认了彼岸的永恒性、真实性、绝对性。对于觉朗派他空见理论的来源，在西藏佛教界有正反两面的看法。但不管怎样，觉朗派的他空见是真正的西藏佛教，因为他空见冲破了在西藏佛教界一向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中观应承派见地。